欢迎收看大时代，我是阿恒。今天是12月29号，礼拜四啊。今天台股是跌了哈，跌了88点。好，那刚刚差点舌头打结了哈。那昨天我是没有上节目了哈。那昨天节目是播重播了哈。那在这边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没什么状况哈。不要大家外面又传什么我确诊啊，或者是说什么我被塔利班抓去关了啊，或者是说被人家囚禁了，或者怎么样。别想太多好不好？台湾没那么乱啦，对不对？只是说你如果在网络上面交朋友或是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哦。到时候可能被人家抓起来，什么器官被卖掉啊，户头被卖掉啊，这样子而已啊，搞不好就是没办法回家。好、哦，台湾就只有这样而已啊，难道怎样？对不对？台湾这样没有很乱嘛，就跟哥伦比亚一样乱而已啊，哪有什么？你看那上礼拜那个新的那个议员跟县市长要那个宣誓就职，人家马上要投票县市议长。哎、欸，你知道那台南怎么样？你有没有去看新闻？才几个议员而已，总共哦，整个市议会才几个议员，17个要求警察派随护保护他们，为什么？全部被押走啊，被黑道押走。那请问一下，台湾是不是跟哥伦比亚一样？Of course， 当然嘛，所以有什么好解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啊，老师，啊，你觉得这个盘怎么样？我说啊，明天就最后一天封关嘛，哦，那封关的话就是看样子啦哈，看样子今天本来跌快200点就拉起来，下影线有100点，哦，看样子哦，有点想要做一下账。本来我上个礼拜就认为说这礼拜应该做账了，结果就看来看去，我也没买股票了。我是有在卖股票，啊，我也没有买新的股票。结果也有一些投资朋友，有些刚刚进来的会员就不是很了解，哦，他说：“老师，你为什么不去追那个？今天什么很强啊？”你像前两天哦，就有一个会员就说：“哎、欸，老师，那怎么不带我们去买那个4968的利基？那个利基哦，那个底部打很漂亮哦，一根长红上来。”好，那我问你哦，今天是不是一根长红又跌下去，又跌停板？股票不是安尼，看了强你又讲老师爱安怎？我知道他是好意，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得衡量，你知道吗？不是讲你参加会员，甲老师砍咧行，你知道无？看那点，那个老师像什么样子啊？就是说你给建议，那我觉得那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参加个会员要牵拖的老师，叫老师带着所有的会员跟着你的看法走啊，太夸张了。我是觉得说太夸张了。我刚刚讲的是4968的利基啦哈，而且啊就是前两天不是涨停吗？前两天不是涨停吗？啊，涨停之后隔天创个高，今天跌停啊，是不是把全部都跌掉了？把前一天涨停全部跌掉了？因为这个盘不稳嘛，你要去了解哦，整个盘是不稳的，整个盘是不稳的，你动作越多，只是我公告拍天啊，只是缴越多学费而已啊，你不觉得吗？你看今天的盘，对了，收一个下影线了哈。那问你，它这个跌势结束了没？半年线在这里，月线在这里，哎、欸，今天快打到季线了嘞。今天还好是季线没点到，如果说季线也跌破的话，哎、欸，这个盘要翻空了。投资朋友，你不要闹了好不好？你是真看不懂还是假看不懂？还是说你每天遇到的那些老师全部都跟你讲说拉回早买点，拉回早买点，哎、欸，那个就是做多，永远做多啊，那个个股做多被套没关系，我们就买 ETF。哦、我没有要打哪个老师，你就这样想，你觉得这样对吗？你不要多想很多，就是他们这种言论这样对吗？不合理嘛，对不对？那不合理，你要怎么去克服？就
就是远离那些你认为不合理的人嘛。也许你觉得我解盘解得不合理嘛，那我问你啊，今天还好收一个下影线，那如果今天收一根长黑呢？那收一根长黑，那是不是要来回补这个缺口？那你觉得这个低点会不会被跌破？那你有没有做最坏打算？哦，这样子哦，哦，你都知道哦，你都知道，那请问一下你怎么做？哦，对啊，就这样啊，你都知道啊，那你怎么做？对不对？所以你要自己想清楚接下来怎么做，不是说别人一定怎么样给你建议或怎样，你别人建议你可以参考啊，对不对？我刚刚讲那一段也是说会员很好啊， 你可以给我建议嘛，但是我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得考量全盘嘛，对不对？你觉得这大盘止稳了，你觉得这大盘止稳了， 我觉得哪有止稳，还好吧？那你要止稳就是给我站上半年线嘛，站上半年线之后我就认为有机会嘛，而且要带量啊，对，而且要带量嘛。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因为今天这个盘成交量也不够，所以你说什么什么老师啊，那怎么规划怎么样，我觉得保守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啊。好，我觉得保守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啊。当然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嗯，老师啊，你要像其他老师啊，整天介绍那个涨停板给我知道啊，齁，怎么样啊？我前两天我节目也示范给你听了，我把涨停板念过一遍，那代表我都有吗？我把涨停板的股票全部念一遍，那代表我都有是不是？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讲话讲道理啊。好，那观众朋友，你是看戏的嘛？看戏的会看戏的，就是看门道嘛。哦，这复顶了哈，复顶我们之前买的，好，昨天把它卖掉。好，昨天把它卖掉，我没有什么赚，那还好我有卖啊。那今天跌下来，跟你讲，真的没什么赚，摊薄几千块啊，真的赚没有多少。而且我觉得这盘哦，盘面上的气氛哦，就是你盘中涨了一些股票，可是它盘快收盘的时候，怎么又全部又跌下来？哦，就是盘面啊，我看到我感觉到就是那个追价力道，低档是有撑，但是追价力道很弱。哦，追价力道很弱啦，哦，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就是说，明明这股票就跌无可跌了，为什么大家还在杀？哦，啊，不知道在杀什么会多，欸，因为其实你也看得懂，说现在的技术指标，像 MACD、RSI 这指数的部分的话，就是在低档。那可是它就是翻不上来嘛，翻不上来。你说老师，因为昨天美股跌了三百多点，我跟你讲哦，美股涨三百多点，我们也是翻不上来，就很奇怪，就很奇怪。当然我们会推卸责任，说是因为外资在卖。推卸久了你接受吗？好像不是，好像就是说整个盘面上就是缺乏这个动力往前冲，而且是连续往前冲啦。好，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啦，就是说市场大家觉得有些股票真的抄底了，但是还是不愿意下去买。好，然后不愿意下去买就算了，就是卖压就慢慢累积越来越多，因为昨天买了今天就想卖嘛，要不然就是早上买了下午快收盘的时候想要卖，所以那个卖压就无形中就比较重，好，比较重。好，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到我应该解的东西啦，我相信应该盘面上解大盘或是解这个整个盘面上的状况应该是我最清楚了，因为其他的老师应该都是在混了，我不知道他们在混什么啦，因为我昨天有空下来，我是稍微去看一下其他老师在讲什么，快差点没笑死，我差点没笑死，就还是那一套，他们都讲你想要听的啦，但是实际状况是什么？实际状况是，好像有些老师啊，就有观众跟我检举，他说，
他参加某个老师啊，哈，哎，那他很厉害，那老师也蛮有名的，哈，就是哎，那手上有三四十档股票，啊，他是没有全跟啊，他是列了几档，列了几档他有的，然后就补列了几档啊，补列了三四倍的股票是他们老师有推荐的，就是说还好他没有全跟，要不然早就破产了。我说。他总是会有一两只赚钱的嘛，对了，我也是这样安慰他说，哎，总是会有一两只赚钱的，对，会员就感觉到，哎，好像在骂哪个老师哈，好，啊，你自己要考虑清楚了哈，因为大家现在都对这个货柜三雄就是非常的唾弃，那想骂你就骂，你就想哭你就哭，哭大声一点没有关系，那我也只能帮助相信我的人啦哈，因为。我的理论是，如果这些股票，我认为啦，它是绩优股，而且是超跌的价值型的股票。如果这些绩优股，我认定的啦，我认为的绩优股，这些绩优股它不能出头的话，台股跌是刚刚好而已。就是讲，这社会啦，天道酬勤嘛，如果那个勤劳努力奋发的那个人，每天战战兢兢的人，没有办法出头天，没有办法得到名得到利的话，那这社会是不公平的，这社会一定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讲，这些股票没有出头天，所以我跟你讲，我就直接断言，这台股是有问题的。背后多大危机，我就不要跟你多赘述，因为你不要去分化我的分化或分解拆解我的话，我讲的就是很实际。如果这种股票你不认同的话，我不知道要推荐什么样有本质的股票给你买，还是说你就是喜欢那个追涨停板的，那就自己去追就好了，你干嘛去看投顾老师的节目，你自己黑白买就好啊，对不对？搞不好还会涨停呢，对不对？哦，那你要去看它的本质，一家公司本质是什么？那当然，你好的公司遇到不好的景气，或是说不好的环境，或是不好的消息面，它可能会去反应过度的反应。所以我前几天我都是这样跟你讲，见取珠玉。你如果懂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老师到底水准到哪边。而不是在那边吐说，老师，我跟你讲，今天又没有涨啊，他又没有站上五日线，又没有站上月线啊，然后那个法人还在卖啊，你到底会不会啊？那你看那么短，那我什么办法？秀才遇到兵，对不对？整天在那边跟我地瓜啊、韩吉啊怎么样？还有蚵仔韩吉啊，不被安啊，对不对？我比较妥协，我就蚵仔韩吉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自己要去衡量，因为每个人的钱哦，都不是像那个国安基金或是关谷行库这样啊，那个大把钞票下去，不是嘛？你的钱就是固定的，就是那些而已啊。啊，不要跟我讲说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你讲哦，你再有钱来股票市场，也都是沧海一粟啊，对不对？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啊。根本就不足，不就是人没看目睭来的啦，所以你自己要搞清楚状况，那我们图的就是我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自由发展还是怎么样，或是说相信我们跟着我们来，这也都是由你自己来做决定。我觉得我一直都很认真解，可是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那信心，昨天没有解啦，昨天这两天外资有在调解，那有在调解，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一次的上涨啦，算小涨，这一次小涨总共买了十天哦，这外资总共买了十天，我看了一下大摩、小摩、瑞银也没全部走啊，它有卖一点点，但是好像也没有全走，就股价在跌下来。它跌回到那个起涨点，这个是起涨红棒，那起涨红棒的话，我是个人认为啦，
明后天如果电子股有上来的话，它要先站上这个昨天啊，昨天的起节点大概87块、88块这边，你必须得先站上，那先站上你才有机会啊。好，先站上你才有机会啦。好，那因为像这种绩优股没有涨，我就觉得大盘我不敢看很好。好，不敢看很好。你像那个政药也是，政药这一波跌了19天了，我不知道它在跌什么挖沟贵了，看不懂了。好，那因为我们是看筹码，我们会去了解说真正掌控啊，掌控股票上涨的大户走了没？就拉回了19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大户进出表，这个瑞银、群益跟兆丰，这都没走哎、欸，都没有走哎、欸，而且它很扯哦。第一个长红黑棒，它把它跌破之后，它先做反弹，结果反弹完之后，它不是要攻击，又再跌一次，又跌破了，跌破了这一根起涨红棒，然后跌来攻击，向下攻击这个第二个红黑棒，那接下来就看这两天留下影线是留真的还是留假的，哦，这两天都有留下影线嘛，对不对？我们就看一下。这是留真的还是留假的？留真的话，那很快，它应该就很快就上去，它会马上就做表态了，哦，它就会马上做表态了。可是像这种绩优股没有涨，反而跌了19天，哎，它是业绩半年来成长1倍，应该没有几家公司拿得出这样的营收表，所以我说，哦，如果这样的公司没有涨，这台股有问题。台股我就打问号了，你要全力做多，你就全力做多没有关系，我就跟你讲，可能有疑虑，好不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金兔要动迎新春。188如意开运专案，让您红兔大展，福到财也到。财神专线02-851-3366，851-3366。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3366。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若未画设人行道，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赶时间，没车超过。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不得随意穿越道路。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停止线之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遵守行人路权，路口大家安全。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您再回到现场的观众朋友。那今年哦，到明天好，就是最后一天要国历的封关日了哈。那当然，未来你有什么打算？这个其实我是不知道，好，因为观众朋友都坐在电视机前面嘛，嘴巴刚开开嘛，对不对？好，那最近有很多事情啊，像政治面的事情，还有一些什么大家都在讨论什么什么征兵啊，或者是说讨论那个财政哈，有超征的话是4500亿嘛，应该要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我个人是没什么问题啦哈，我是觉得说，
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啦，哈，还不到五十岁，然后呢，要到六十五岁才能退休，哦，那时候应该劳保早就倒了。那我温家高企也高会多啊哟，哦，啊你超增你不会拿去补哦？台电也亏损啊，中油也亏损啊，为什么不去补？对啊，都一堆洞嘛。然后骗那些那个年轻人说啊，你们现在赶快去当兵哦，现在哦延长一年，我跟你讲，你们可以打什么刺针飞弹、红准飞弹，你个屁！我们之前国防部2015年就跟美国买了几百颗的那个红准跟刺针飞弹，通通没有交货，到现在都还没有交货，钱早就付给他们了。打飞弹呢，打飞机啦，乌西拢都乌白乱讲。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叫那些年轻人现在新去当兵的，全部去当去海岸防卫队准备那个防卫旅？为什么？那他做滩头歼灭敌人的第一线，那个等于就是什么？那是要叫你的儿女去，叫你儿子去送死啊！第一线，你有没有守过第一线？我刚好守过呢，然后花莲那个什么那个大安公专后面那边营地，那就是七星潭，那就是我们守的。那时候两岸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是整天在那边守在阵地里面，阵地都挖好了，万一人家登陆的话，要去后面加山基地给我们偷袭，我们那边就是整天待在那边三个月，阵地。跟你讲，住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反正 住三个月快昏倒了，别闹了好不好？哦，所以哦，听听就好了，很多东西就听听就好了。你听久了你就知道说这个合逻辑合不合逻辑。就像你看投顾老师也是一样，现在台面上这么多，你自己去听，嘿，话你真的听不落。昨天我就有空，我就在那边看其他老师。我想说哦，我没事也观察一下别人，人家在讲什么。听完以后，我就说：“哇靠，这样也行啊！”真的啊，扯，没有最扯，只有更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那不然呢？投资人就喜欢这种的，对不对？就像很多人现在还在相信啊，人家喊一句抗中保台啊，我们要含泪投给塔利班，含什么泪啊？含什么酸啊？你过得很辛苦，你过得很难过，都是你投票害的啦，那怎么样？对不对？你要跟什么老师？我怎么知道？认真负责的你不跟，然后那个皮皮抓欧西龙都别乱讲哎。你要讲的跟，还有人在比说什么？哎，别的老师怎么样？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你如果觉得说别的老师很厉害，你就去跟跟看嘛。那你输一狗票之后，你再回来找我，这样就好啦。我都没有意见啊。你像我很多会员都是参加我之后，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继续参加，后来跑去别人那边参加完以后，就知道说哇。可以输这么惨哦，赶快又回来找我，这种都算聪明的。啊，有的就直接GG掉了，在我家有探钱啊，拢走去参加别人的，拢输了了，连回头起来跟回头回来找老师的能力都没有了，这不是卡麻去啊，你底棺材底啊，放水牢啊，无多啊，那就输光了，常常都这样啊。那这样是老师的错吗？我要讲的是很多观众朋友的心声。那这样是老师的错吗？好像不是哎、欸，对不对？好像不是哎、欸。啊，为什么可以赚钱你不赚？哦，这样子哦，哦，有钱都不想赚，真的好奇怪。哦，那因为这个盘，我个人认为啦，即使明天作战拉抬300点好了，这个月的月线哦，应该还是收黑啦。因为月线到目前为止跌700多点嘛，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大概看一下是跌700点了，
明天就算拉个300点，那月线还是收黑嘛，只是收黑个400-500点嘛。所以你自己要衡量清楚，哦。那当然，我是希望你规划长一点，接下来到封关前怎么做？好，哦，你有什么样打算？哦，你要去买货柜三雄呢，还是买台积电呢？你要想清楚哦。那我再讲一遍，你不要去买金融股，拜托拜托，尤其是寿险股，拜托拜托，求求你了，哦，因为我越讲哦，越讲越多人问了。我一直跟你讲，不要买台积电，不要去相信股神他们在讲。我跟你讲，我越这样讲，越多人问，哦，但是我还是跟你讲，不要碰就对了，你连一股都不要有，那个不是你玩的啦，哦。这种股票超跌的绩优股要转强，这大盘才有机会，哦，这大盘才有机会。这种股票莫名其妙的下跌要上来，只要确定产业面没有问题的话，这种上来会很快，哦，会很快，因为大户都没有走，这种股票才是你该锁定，好吧？祝你大赚，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